让一让。哦，这姿势也太迷人了吧！你看这酒色，太不是迷人了，这。稀客呀，王爷怎么来这种风月场所了？秦彻，交出来吧。什么呀？这可是官府往来的文书，你这么藏起来可能不妥。万一是南方水患之事，若是处理不当……王爷呀，这天大的事儿也用不着你急着一时，你可真得好好放松放松。我不喝酒。你这个人真是不解风情。喝酒误事。那这样吧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我就告诉你文书藏在何处。